谢谢主席哦，麻烦有请金管会副主委黄副主委，然后银行局詹局长也可以随同。委员长，哎，副主委早，局长早。委员长，哎，我想请教一下哦，你们上个礼拜四下午金管会是不是召集了银行，针对 TIF 所产生的争执？要怎么处理？有召开一个会议。报告委员，那个局长有主持，是不是请局长跟您报告？可以。委员呢，是的确，我们邀请了银行、商务仲裁协会跟律师工会来开会。啊，我说我要派人列席参加，你们说不方便的理由是什么？以往到行政部门开的会是比较没有潜力的。我们这么多年来没有关系啊，那天有会议记录吗？有那个整理之后，大概今天就可以送给委员。好啊，再麻烦你把会议记录送给我。好，是。那我只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哦，就是说，透过仲裁的方式来加以处理，按照我国目前仲裁法的规定是要双方的合议。是。那现在如果说消费者这边，或者是说就跟银行购买商品的客户这一端，那要求仲裁，银行不同意的话怎么办？还是你们已经跟银行达成默契了？只要客户提出申请，银行这边就会同意。跟委员报告，这个就是我们那一天开会最主要的目的。消费者提出来，我们希望银行就接受。那最后的会议结论是这样吗？我们用字是用宜呀，但是我想大家有共识。所以你意思是说，大家的共识就是只要消费者提出来，银行会接受。是。OK，好，那这样很好。我上一次延续着有关于 TIF 争议的处理我想要进一步请教上一次我询问主委的时候，主委跟我说，我上次所询问的一条龙的处理方不当销售方式，你们要进行调查。那现在请问调查的进度如何？报告委员，其实我们有遵照您的指示，我们近期之内其实已经在规划了，但时间我们不好讲，就是已经要照您的指示去做专案检查。你说现在才要做专案检查吗？已经在做了，已经在做了。但是那个检查要一段时间，所以今天主计处在2014年的主计报告里面，针对你们的 TIF 销售的管制，他们，对不起啊，审计部按照你们 TIF 的管制的审计报告里面，对你们有一些批评跟指教，你们有看到吗？报委员有，我们一直都有在照委员的指示去改进，是。那我的意思是，你们之前先不要讲这一波你们新的要检查，在你们之前检查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你们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当中，有没有发现有一条龙销售情况？这个部分检察局局长来。可以啊，来请检察局的一并来，嘿。跟委员报告一下，那个我们过去在检查中间呢，其实也是有发现，就是说，这个银行在跟客户在进行 TIF 交易的时候呢，有一些在财报的部分，在编制的部分是确实有一些疏失。好，你们发现了，到目前为止采取了什么作为？这个部分我们把相关的那个检查意见的这个缺失我们邀请银行要做改善。那另外也请你们只有邀请银行要做改善哦，我再具体的问得更具体一点哦，什么时候发现的？这个我们在从102年开始做专案检查之后，陆陆续续相都有关的发现他们嘛？都有发好，现。那你们除了请银行做改善以外，还做了什么事？那我们也把相关的报告呢送给银行局来做核处。哎，那银行局请问做了什么核处？报文这一部分两个部分一个在个案面，我们就是采取罚款从200万到400万纠正，然后要没有啊？我先停一下，你们之前对于各个银行销售 TIF 业务缺失裁处的情形，你们所做的行政处分书，每一份行政处分书我都拜读了。你们在那个行政处分书里面完全没有提到有关于财报编造不实的问题啊，半个字都没有提啊。
那是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在做这个行政处分裁罚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这个事实，但是你们在做行政处分的时候，没有把它列入处分的范围，是这样吗？各位报告，我们在做裁处的时候，最主要还是在 KYC 跟 KYD 的部分哦。对嘛？那我现在进一步的问你嘛，编造不实的财务报告比较严重，还是 KYC、KYP 比较严重？不实财报这一部分哦，我们根据委员的提示，我们现在也跟会同没有啊，你不需要跟照依照我的提示啊，我的提示没那么重要啊。你们同样在军管会检察局的人已经把资料送给银行局吗？那我现在具体的问是说，银行局知道这件事情采取了什么作为吗？你告诉我说你们有做裁处啊，我现在告诉你说，我看了你们行政处分裁处的内容，完全没有提到财报不实的部分嘛，所以你们是在放水吗？如果没有放水的话，请你现在具体告诉我你们采取了什么具体的作为。跟我们报告哦，这一部分哦，也是属于 KYC 的一部分。这第一个跟我们报告哦，第二个我先停一下哦。是 KYC 没有做好所产生的法律效果是什么？我上一次哦没有为难你们呐、啊，我请你们现在在那个调处中心的总经理，因为我知道他也是在教法律的，问他会比较清楚啊。但是从你们角度上面来讲 ，KYC 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最多涉及到的。就是民法上面的效力嘛，到底那个契约可不可以因为这样子有瑕疵而主张得撤销，或者是消费者还可以主张什么另外的权益嘛？那我现在要问的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是说，编造不实的财报，难道只有民法上的问题吗？各位报，如果哦确实有编造不实的财报，我想哦不只是民事上的责任啦。那我就具体的问你们嘛，从检察局那边移到银行局里面，你们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有没有掌握财报编造不实？有没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并没有特定的这一部分，目前才请检察局，我们会同检察局要去处理这一部分。所以之前都没有处理这一块，现在才要处理，对不对？应该是。那之前检察局所移给你们相关的资料都没有相关的内容。这一部分没有，比较少琢磨了，啊，来哦，您好，副党是本次 OBU 的财报，请过目。我不介入个案，我在乎的是金管会有没有做到该做到的事情。面对银行的违规的时候，金管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纵容银行做这种事情，还是真的有负起责任？那我现在很清楚的跟你讲，有某一家银行寄给他的客户说：“你好，这是我们 OBU 的财报，银行会帮 OB， 银行会帮客户做 OBU 的财报吗？”客户实际上面所有销售的数字，银行怎么会知道？这个是 A 银行针对某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这个是 B 银行针对同一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期间都在2014年1月1号到12月31号，结果最后同一家公司哦，在两家不同银行所出现的资产负债表数字完全不一样，因为我知道很远看不到啊，如果局长要看清楚一点，可以来这边看，没有关系。这是损益表，同样一个期间，同一家公司出现在两家不同的银行所出现的财报数字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这两家银行帮他编的财报数字是不一样的。同一家公司不可能有两份销售记录嘛？那当然，既然出现在两家不同的银行。然后数字还都不起来，那有些银行做的比较好一点，这个是 C 银行，这个是 D 银行，一样，同一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这次做的比较好，两家银行可能有一些沟通，下面的数字最后总和的是一样，但是里面的内容不一样，这个是损益表。
一样是同一家公司，出现在两家不同的银行，数字也不一样。当我收到这些资料，我逐笔的去比对这一家公司不同的银行之间所做出来的财报，我马上就检查出来了。你们从以前开始执行检查到现在，等到我上次跟你们讲以后，你们才发现这种事实。老实讲，我不相信啊。金管会里面人才济济，那你们告诉我说你们现在开始执行检查要调查嘛，那我请你们尽快的完成调查，然后把调查报告给我，依法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可以纵容银行做这种事情。副主委可以承诺吗？可以。OK， 谢谢委员。